七十。哦，有点。我看到那边有人，那边中路有人。小象居居点。居点哦。居点了。居点，居点。被被吹走。他们家那个箱子那里。啊！炼狱之怒啊！不是炼狱就算了，你看我们队友另外一个拿什么？拿什么？火箭炮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从刚刚散弹枪就在从打狙就在演哦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好过分哦！好过分哦！这是真的新手哎、欸。这个拿火炮很过分哦。上一支近点。好。我要打光了、啊。哎、啊，我刚撞你哦！你刚是被谁打到？还想烧啊！这个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，头歪掉了。那是对面第一。哎呦！喂，台湾价值。剩这两个，到底为什么？克制一点，还可以再打一场。哎、欸，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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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！别！这个输，这个输还可以再打一场。这个输还可以再打一场，什么小啦？你可以刀他啦，如果你们想输的话，你就刀他，尝试刀一下。啊！佩佩想睡了，今天都开到这啦。T 杀小啦，我是阿佑，对不起，我左手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啊啊！啊啊，你是用右手在握滑鼠吧？啊啊啊！不太懂，我脑啊，好好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他是在错他，我就不是他。好啦，随便啦，没事，游戏好玩就好。我觉得他在错别人。不对啊，那你为什么会叫阿佑？你的名字没有佑啊？哎、欸，我是真的。还是你的名字是叫叶伟吗？而且叶伟佑。我你这下地狱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只是你的空间小。抱歉，抱歉。我操！没事啊。那个多练习哦，多练习。就算是老马尔，那个多练习也是可以变成正常人的，只是你要比别人更努力，应该是这样吧？还是老马真的没救了？我觉得你没有鼓励到人家、啊，你真的是哦，你真的是哦，非常的恶劣，非常恶劣，靠腰，没有恶意哦。我其实是国小，我来爆肝看你台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脑麻就要早点休息哦。我怎么感觉越来越臭了？早点休息啦，不要爆肝来看台。你如果不爆肝来看台，说不定你的脑麻会好得更快一点。没，你真的不要讲话了，你真的不要讲话了。还是等一下我查一下脑麻会不会好？哎、欸，真的有人查脑麻会好吗？不会好，完了，完了。干，我真的觉得，这个人好像……哎、欸，没有，他这里有写都没有。等一下，他这里有写，虽然没药医，但是仍然有许多方法可以训练使障碍降到最低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继续玩 C 千欧，继续跟我们玩，继续玩就对了。你迟早会进步的，怎么？你的脑麻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麻，不是越来越轻，啊，障碍会越来越轻。这个是附件，赞，优质，多附件，多玩 C 千哦。等一下，怎样？啊，他自己就写啊，虽然没有药医，但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训练、啊。你还是不要讲话会比较好一点。傻小啦，我刚发现一件事情。他都这样了，然后还拿火冲来给我当演员。
好干，他就很麻哦。哦，人家的痛苦当笑话哦。好了，我们明天那个副频道见。我们法院见哦。靠北哦，我就没有怎样，我很认真的在讲，就是我认真，我认真的在臭你。我没有在臭，我发誓，好不好？我认真的在委婉的臭。啊，刚才真的对，没事哦。我们现在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了。啊，你有看 L I 说什么吗？阿伟，你又在玩电动哦。哦，这些人真的是哦。好啦，没事，多玩 C 球，多练习，多复健。反正你就继续复健，你就继续复健。就算你打得烂，我们也是会跟你玩，好吗？还要再凑一下人家打得烂这样子。不是，海超人一定会跟你同队。你会越来越好的，好吗？你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现在这个人以后就比较不麻了，以后就不麻。我操！你可以 YT 搜寻一下冠霖吗 ？YT 搜寻冠霖，大家要看一下冠霖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冠霖，本身就是干干在干五岁的时候发病，妥瑞氏症就是会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来分享啊，是因为起初大家科普一下哦，干在小学时期，大家都有一种纯洁的心。纯洁的心，蛮单纯的，蛮单纯的。国中之后啊，不然要了解别人之前，要先了解病因啊。对啊，妥瑞氏症就是他可能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，就是讲话等等，他可能讲到一半还会干干干呀干，对。哎，可是我隔着荧幕都看到你在笑。机会有一个机会，没有干干干，我用奇怪眼光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就这样。陈坤刚刚叫我看的，他叫我看冠霖。什么截图了会上电视？不会好不好？上什么电视？不会好不好？别的台都看过了。对啊，这很正常，这是正常的。我是在教你们，带你们认识一些脑，那叫什么？妥瑞氏症，就没办法嘛，人家出来就有，就是有这种问题，你也不能说他怎样，又不是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他的问题，但是也不是他的问题。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啊，啊，真的就事与愿违啊。对啊，事情都发生了。对啊，就笑笑看待就好了。像那些在消费别人的，那总之就很没水准，真的很可悲， oh, yeah. 真的很可悲。消费别人来获取流量，这种就很不可取。主播说什么都没关系，没，我没有在臭你，我讲认真的。那个叶文，你可以那个吗？切魅魔切杀拉在切魅魔了。